你说又在那里一直毛打，一早上那个玉米没动作呢。这会儿那刚换玉米又给我干。我操！吓死我！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！我操！哎，鸡皮疙瘩起来了！大的好像刚才动了是吧？动了是吧？嗯，没事。大的拉黑漂就搞他啊，或者大顶漂就搞他、其他的情况下我们就不用理他、这早上啊，短杆这个位置啊，容易来鲤鱼，我们得看，得抓好每一口。顶漂，哇，哇操，哎，真的就来鲤鱼了，呜呼，舒服，漂亮，哦。哎呀，啊，是个苗子啊，嗯，走吧，啊，是个苗子，呜呜呜呜呜呜哇哇，我操，哎呦，什么鱼，铁熊，大鲤鱼，哇哇，我操，鲤鱼，哇哇。车网啊，没事，没事，稍等一下，兄弟们，鲤鱼，稍等一下，兄弟们啊，我操，来，直接干就完了，鲤鱼。嗯，杠杠的，啊，哇操，这野生货就是凶，嗯，不是很大，你看能拉的这么舒服，啊，哎呀。感谢兄弟们啊，喜欢野钓的大家关注一下啊，嗯，舒服舒服，快活啊，嗯，野生鱼劲大，呜，嘿嘿嘿，兄弟们啊，我钓鱼啊，就像做人一样，别人待我如何，那是我的因果，我待别人如何，那是我的修行，鱼对我好，我也对他好，嗯，走吧。嗯，啊，嗯，嗯，鲤鱼，哎呀，都走吧。舒服，有喜欢野钓的啊，喜欢那个户外野钓啊。简简单单、轻轻松松钓个鱼的，啊，大家可以点个关注，回头啊，
来看你养直播，最简单最真实的那种野钓。爱你们，感谢大家啊，谢谢。